置身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感受浓厚的艺术文化气息，有人会陷入沉思，有人会打卡留念，有人会静静欣赏。不过你或者从来都没想过会有一班人在博物馆的某个角落落手做劳作，他们都参观了以建筑为主题的展览，将当中获得的启发再拼拼贴贴，打造属于自己的理想世界。